天梯网猫遇到90%胜率小号炸鱼车队，这必须得断他们不连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。由于宝哥老鼠到不到鼠环了嘛，不到特定时是开不了天梯的，所以宝哥都会先开局猫的天梯啊。这不都陆陆续快打了一传奇了，本来以为这把也是普普通通一局嘛，直到宝哥看一下他们的战绩啊。70胜率啊，21级91%的胜率啊，还有上过4次鼠环啊，战绩更是一夜绿到底啊！我的天哪，这都不是装甲车了，这都坦克了这。说实话不看还好，看了确实压力有啊。本来宝哥玩的最多就见他了嘛，但是对面那阵容肯定不能选啊，那咱们就直接试位了。那虽然玩的少，但是自信啊，相信强度，好吧 ？OK 啊，那记得先给视频点一个赞啊。虽然宝哥是玩老鼠的，但是这必须得制裁一波啊。这是做了多少新手猫啊？太不爱戴萌新了啊！那天身材这套比较抠脚啊，就打上了一解锁吧，拿了两蛋糕啊，不过有花也不是很花的。咱们先去把右边的花用一下，该用左边的嘛。哎呦，怎么还没隐身的？哎，那这把舒服了，看就有节奏了啊。哎，把这个花用来看老鼠位置，有全出的琥珀是吧？反正对面这个鼠队的阵容啊，咱们就死抓侦探啊，三保一嘛，就抓这个奶酪位。但其他三个是基本推不动奶酪的啊，只要把奶酪位抓了啊，怎么说？哎呀，这刀空了嘛！哎呀，我这气死了，这哎，还是我猫爽啊！怎么说？又个爪，哇靠，这一个跳隐身是吧？咱们一个拍啊，一个拍 ，OK 带走了。这个是没有铁血的啊，没带铁血的啊。不过也没关系了，因为咱们警戒到了嘛，有视野的啊，铁血也跑不掉的。这边咱们再拉个零，怎么说？哎，这，哎呦，忘记买拍子了啊！这里有拍子的话，它没了，可惜了啊！大家也救了，没后续了啊！但是无畏啊，你带无畏的话，你不好走，兄弟啊！你不带蛇姐的话，怎么说？我有毛烟了呀！你想什么呢？一定要走到直接带走！哎呦，他这想返回去的难啊，因为有看到有那蓝皮，哎，有盾，怎么说？咱们。啊，这偷铁板了，这偷铁板了。哎，对，哎呀，这，哎呦，这边给鸭子锤下。哎，这啊，给冻住了啊，那没了。啊，不，这波赚了，赚了啊！本来宝哥我都没打算说想绑上去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也是偷铁板啊。这波本来讲道理，他们以为宝哥想骗一下了，结果偷铁了，也是绑不上的。反正绑上就赚啊！咱们再买命隐身，再买个盾啊。第二波节奏，还是抓了一侦探，还是抓了一侦探啊。你敢玩三保一是吧？你这个是吧？奶酪位就没办法，得必须针对一下啊！怎么说？你走不好走了？哎，掉下来了啊！有做法了，咱们给抓到直接带走了啊！直接啊，再次抓到啊！但是主人房应该绑回去了啊！咱们要不就把森林吧，有那妻子画。哎，这边有老鼠，那画妈妈啊！那绑湖泊也一样的，湖泊这个地方也是易守难救的啊。有夹子吗？哎，买一个，没夹子就买一个算了啊。这湖泊也不是很好救的啊，看一下对面出来救了啊，咱们有拍子有盾，不是很慌的，不是很慌的啊，警戒一下。哎，这没人来救吗？这音乐家给他推奶了，这推得多吗？啊，对面喝了远视啊，这不就侦探了吗？咱们看一下，牛仔推奶了，音乐家推奶了，哎，听到声音了啊，你把我隐身了，哎呦，咱们一警戒，哎，慢了，呀。这小子有隐身了，我忘记了。对，开局他们是很隐身的，但是对面老鼠运气不好啊，没有那个泡泡啊，飞不上去。哎，音乐家你不守主人房是吧？那我绑回去了。本来宝哥是想绑这里的，但是我以为主人房有人守嘛。但是你都来了，那对不起了，那我再绑回去了。你想啥呢？对吧？那肯定是绑主人房的，对吧 ？OK， 这边来得及放夹子吗？咱们在管路放夹子，来，警方看一下。哎呦，来不及了，装出来了啊！咱们看一下能带走吗？哎呀，这个爪子着啥急呀、啊？哎，咱们一个拍怎么说？啊，再见！啊，这泥宝失误了啊，不过也不大。就算泥宝不失误啊，这音乐家也不会是拍抓的啊。这个不影响结局啊。这边咱们再抢板了 ，OK， 哎，泥宝空就空了 ，OK， 成功一拿到放飞音乐家。哎，那但是还不能掉星星啊。我说实话，这老鼠还是有点东西的。那确实。啊，跟那种路人的就普通的钻石队没得比，对吧？还是能吃。这边你把怎么说？一个爪，哎，也翻滚啊，把宝哥那个蓄势攻击给打了，还挺灵活，是吧？哎，他们一个爪刀啊，精准带走。这小子，你这平地还想溜啊？你想太多了啊！啊，咱们也是抓到啊。那这里的话，咱们就只能把这个森林了，对吧？你湖泊我估计是放回去了啊。那咱们就。把那个森林吧啊，这个地方也是被难救的。不过这牛仔跟得很紧啊啊，咱们就求我们啊，这交点霸体板啊，咱们怎么说？哎哎，躲下这个黑屏，哎，来不及了，救了啊！不过还是你带了无畏啊，对吧？你带无畏你不好走的。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卡个无畏，一脚爪刀，哇，这弹一下没打到，
哇，完了完了，啊，不行，咱们先用花吧，是吧？先用花嘛。哎呀，刚才树枝弹了下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怎么说？一个抓到，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一个抓到 ，OK 带走啊，成功抓到，那咱们就绑活泼嘛，是吧？毕竟是绑过两次的啊。哎，你真别说，我一不管这个侦探，这个奶酪树推的好快，直接四块了嘛，马上就。哎，这个奶酪我一定要管一下，是吧？宝哥一不抓这个侦探，对吧？这个奶酪进太快了啊。啊，怎么说啊？来得及吗 ？OK， 哎，来不及啊！哎，这个湖泊要是陆地的火箭是吧，就估计就救到了。湖泊是那浮力的啊，所以他们救不到的啊。哎，小子，我来抓你了！你这小子真不管不行啊！你这推太快了。没事，这边虽然隐身了，但是咱们小地图上是有显示位置的，对吧？咱们先加个大号，去那采蓝房了，这小子。你这怎么说？咱们一个爪刀啊，这空了。没事没事啊，这边你跳不上去，带漂浮的啊，没事，咱们这个猫还是跳上去的啊。小子，你这么说有点东西啊，咱们就拍着啊，成功的抓到一侦探，那咱们就把那湖泊了啊。小子啊，敢炸鱼，炸到宝哥这个金鱼了吧？臭小子啊，平时我也是天天跟鼠皇水友们打字的意的啊，我也是啊，经过磨练的。哎呦，这彩夹的什么彩夹？哎呦，这边笨大狼跳起来了。不过还是在无畏嘛，无畏你肯走不掉的，无畏你肯走不掉。咱们就要那个侦探啊，错了没有啊？你就，哎，这边啊，这还是带走。你就迎接你们这个车队的首败吧，真的是，一夜绿啊，没输过是吧？真的是 ，OK， 没无畏了，小子啊，没无畏了啊，你怎么就没无畏了，小子？咱们，哎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是一个拍桩，一个拍，哎。哦，这边是哦，这边是牛仔触发那个被动了。我说什么怕抓不了，这打死！哎呀，这边还带那个字体的起来了啊！哎，然后不是牛仔被毒啊，缺氧没了。OK， 啊，这就不贪四飞了啊，咱们就稳点，直接飞了啊，咱也不赖贪四飞的人，对吧？成功的打下胜利，兄弟们啊！这队确实比较狠啊，主要是宝哥自己能赢的话，战略很成功的啊。那最后说一句啊，任何游戏包括猫爽，一定要爱戴萌新啊。OK 啊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关注啊，咱们。